下乡老庙，这是有名。宝啊，阿妈叫要甲救起来啊！谁不知有一个人哦，拿一支刀甲拄巴肚啦，啊伊就安尼沉咧水内底啦，啊因为哦铁暗嘛，水阁湍流，目一个哩人都无去啊！李白，昨我甲静环离开客栈了后，都有人想要夺伊的性命，今仔日就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敢讲甲这有关的？哎呀，安尼，静环到底是跟什么人救我？是安怎来去互害死啊？哎呀，我心肝阿母，阿妹，你莫想过伤心。俺今麦我要找静环，这个不是讲，伊有活着的机会。咱大家较坚强的。静涵，你又好，我相信伊不可能安尼离开啊！静涵，阿爹在甲你叫，你嘛教我伊一只。静涵，静涵，静涵，进来啦！进来啦！是安怎我讲的话你都还不听？我叫你别去嘴皮，你是安怎敢那袂去嘴皮？你是安怎不听我的话？阿妹，我敢来滚！进来，家边扶着。阿妹，阿妹，恁的身体较要紧，
人生第一耽误的好消息，其他的代志，甲我甲阿爷处理就好啊。倒个白骨，紧叫车，把阿母送到滚去，紧。哎呀，今晚就拜托你了。阿爷，咱好讲一挂话。我跟哪里走嘞？金花，走嘞好不？金花，我相信郑焕英，新华白讲过，讲伊要一世人照顾我，所以即摆我嘛要用我一世人的时间带伊回来，郑焕一定要回来。高伟，我见你个冷静，今嘛家下听都回来吼，家下听都回来，来，行。高伟啊，你听话，你先对阿爹阿娘回来，咱两个再去讲好无？高伟啊，你听话啊，你一定回来，一定回来。离开你多久，手才会放手？是否我在你的心里还有一点痛？爱情随风，心彻底放纵，让自己疯。还一。还记得你笑容。高伟，高伟，还隐隐作痛。有人搞到上遐啊？这回。樱桃秀尽管的名，对啊！
还看着你发烧。啊！我没你，只在我心头，我心痛。太累了。听好清楚，小心啊！甲小老出去，我都杀你全家。记得，记。沈月，代志处理了嘛？当我亲目睭看到迄个臭小囝沉在水底。我想伊这边是准死无活。那那边我嘞？到我有扫去因家去敲，满世界去敲嘛是敲无。但不过看起来，这个边哦，顶多是变作伊的陪葬品了。扫扫去啊！物件是小可代志，上吊的是代志有解决就好啊。以后咱两个哦，若无需要，搁提心吊胆。安怎？你会惊？我是安怎看袂出来？我是替你烦恼到要死，你搁有心情讲酸笑？好啊啦，唔免搁烦恼啊，啊？想袂到，昨暗竟然是咱兄弟见了最后一面。早知伊袂变到做代志，不管安怎讲，我是随袂会去啦。但发生一件代志，张静华欢欢喜喜去我遐，要邀请我来参加伊的婚礼，啊，今仔日我人都无去啊，拢找几工啊？也是找无人，敢讲？阿爷，你别去讲话啦。咱一定要相信志宽无代志啊。对，志宽一定是无代志，一定无代志。菩萨这么修养，遐尼好。好一阵分手，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就是讲，哪会安尼啦？我只是想要好好吃一顿喜宴尔。阿大夫，大夫你，多谢多谢您安尼来斗三工，时间也不早，也拢忝啊，较早回去休困。大夫。我来继续找正款的，假使有啥物所在需要斗相共，请你唔免客气。是啊，大大夫，正款甲阮都参着亲兄弟同款，若有啥物代志，甲阮喊一声就好啊。了解，感谢，感谢。那呢，我先来走，请。
今晚人安怎？我想要你也看一下。啊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啊，不过我想，嘉辉今晚情绪一定足歹，伊袂想要甲任何人见面的。先见，你的好意我了解，但不嘉辉今晚确实需要嘉辉休困一困，过两天你再来看伊。哪里都不叫了，我想来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桩喜事，却变成安尼？假使若是无发生这个代志，即卖因两个人已经完婚啊，已经开始过伊幸福的人生啊。啊，天公伯啊，一定是在跟我讲酸笑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放下我的性格，接受这个婚事。啊，即卖代志哪变卡呢？管啦，这嘛是料想袂到的代志啊，莫想遐尼多啦。敢讲是我反悔了想嘛，才发生这代志。那真正是安尼，想这番的人嘛，应该是我那是家辉，奈何伊是去伤心嘛的人。管，这一切拢是意外，啊。啊！可能是因为我主动因你拉做伙，才发生这款代志。丽君，一切哦，拢是天注定，免去怪你。我真正不知我顶世人是做什么的，我这世人就着安尼小连耍，看家己的祖家、家己后生因的婚事，来发生这代志，真不幸。丽君，你唔通安尼啦！这个难关，家辉已经渡未过啊，咱更加要振作起来，才会当给他安慰。啊，不过，今晚伊跋咧水的，已经几工安尼，到今嘛，咱一点点啊消息都无，看起来真正是凶多吉少。你叫我要安怎给家辉安慰啊？咱家己要有信心，讲较歹听的，死嘛爱看到死。即马敢若看到正盘的鞋啊，并未代表讲伊就出代志，永远就袂转来。啊，不过你敢袂记迄人讲的？伊讲正盘去用钝一刀，啊，有等下出来一直放水流去，安尼敢要阁有希望？凡事啊，爱为好的方面去想啦。你想看卖，家辉失去的是伊的红仔，小半个春来失去的是伊的后生，因感受的痛苦一定比咱深过多。因即卖一定就痛苦，咱一定要好好照顾。所以，咱袂用自私去想讲咱的查某囝失去伊的红仔，咱要徛在因的立场去想。这是咱的责任。是啦，你讲了对啦。假使那是电脑拢倒落来，你是要叫我哭啥？安尼就对啊。后悔甲自责，并袂用咧帮助咱啥物。感情，咱家己要坚强起来，要振作起来。安尼才会用帮助家辉。
阿辉，今麦大家拢死去刀山岗来找人，只有静环的消息，都要马上通知你。阿辉，阿爷跟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没事吧？我自己好好静静。我哪有没杂哩？你是外乡的，真正为着秀芬的代志，你关心我，跟我讲遐话，你敢过会去？你爱我无论安怎，都一定爱坚强。因为你相信，秀芬袂因为安尼就来离开。我甲秀芬这么相爱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伊。这话，阿兄嘛赶快要送给你。静华一定会平安无代志，回来找你。阿哥，你跟我对秀芬的真心甲痴情，天空被那是看到，一定卖替我唔甘。所以，我绝对袂用搁再失志落去，一定来对未来抱希望。这话拢是你讲的，感觉你拢袂记啊？我爸爸袂记。因为我根本都无法度去体谅，也无法去体会你经过遐个痛苦，所以我们才讲遐个讲话。迄才不是讲话，迄是你对我这个阿爷的关心，就亲像我这么在关心你同款。这个也不属于的代志，当初是天公伯在咧考验咱，你得爱提出关系，好好活落去，别搁再一直失志。大伯，等建焕回来，迄天看到你安尼，一定会足艰苦的。相信总有一天，代志一定有办法的结果。今麦可拢无食物件，阿爹去遐饭菜，得去烫个烧，再过来食无？家辉啊，你回转来到今麦，唔食唔啉，你阁继续安尼落去，你身体哪会堪你啊？阿婆，阿娘来替你买一寡你爱食物件，好不？阿弟嘛真忝啊，明天我去买着好，你先去休困一下。阿文哥，丽君啊，阿明叔讲来无唔对啦，你先去休困，只要我好啊。
阿爹知影即马讲啥物，拢无法度减轻你的痛苦，但是你家己要有信心，还佮有期待，相信静环绝对无代志，好无？阿爹知影迄帮人拄着即个代志，走了倒落去，站袂起来，但是你无共款哦，你自细汉就真捌代志。还真坚强，阿爹相信你一定会渡过这个难关。你嘛知影，阿爹甲阿娘真爱你，嘛对你，嘛替你感觉真骄傲的，因为你一向知影你家己要挃什么，你嘛有勇气要去争取。参照这段婚姻的幸福，是你家己争取来，所以你要忍耐，要有耐心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阿爹唔敢唔忙讲，你安尼赶紧来行出这个鼻涕，但是无论安怎。静环的代志将来发展是安怎？你一定要相信阿爹甲阿娘，一定会徛在你的身躯边，袂放你孤单一个人。阮一定会做你的靠山，知无？阿爹，乖，静环，乖，阿爹在。铁公伯，你哪会当这么残忍？是安怎让伊爱搁这么辛苦，搁无法度得到圆满的结果？这真正是足不公平。心丹，你是在想啥？是安怎替公伯啊？要拆散这对幼情呢？心丹，你是在讲啥？啊，你不是去参加家辉的喜宴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心兰，啊，你先坐，哈。大哥在听。大哥听。哎呀，你搁发烧啊啦！春桃，春桃，春桃，心兰，身体不爽快，我扶伊入去房间，你赶紧去准备面巾，还搁有烧水，顺便请一个大夫过来。好，来。面巾、烧水，啊，搁有大夫，好。新来你遐多好啦，新来小姐破病啊，我今晚要赶紧准备物件，你去帮我请大夫过来。哇，啊无嘞，是我哦、喔。头家娘好心收留你伫遮，你今晚是打算伫遐做大小姐是毋是？加做一挂代志，你拢无愿意是毋是？无啦，无，搁提遐创啥物啊？进去啦！来来来，这位大爷，大爷来一下。村头只讲的无唔对，关老板这么好心收留我，今嘛。伊需要人甲伊斗相共，我哪会唔管？只要较细腻，应该无问题。拄仔迄个人，敢毋是秀芬？啊，小可看唔着啊！
袂去韩国送外行，我嘛毋知倒位有较好的大夫。哎呀，怎么讲？真正是你啊，秀芬，你敢知影我死过咧找你？你别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我俩准你已经离开啊，想袂到你搁留伫咧大稻埕。邓家文，你想要创啥？放手！秀芬，我袂阁让你离开我。你敢知影？我真正足想你的。看你安尼，是应该无可能甲邓家明做伙啊。既然安尼，你对我好啊？你别上手！你哪会这样歹啊？啊？你已经是我的人啊！你着好好甲我做伙。卖个走！邓家文，你是我一世人上万岁的人，我甘愿死，嘛无可能跟你做伙。人讲怕是情，嘛是爱，我着当作你甲我怕，是因为你无法度甲我放袂记。你哪会这么不知影见笑，这么卑鄙，邓家文？我只是啊，拢无想免阁看到你。你毁掉魂嘞！我阁这么疼惜你，你应该也知影感恩啊。你莫唔知影好歹哦。感恩？你爱我感恩？对哦。你看，你俩阵阁有别查甫要治你啊，你已经无可能阁家庭做伙啊。我愿意收留你。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？啊！就算爱我去死，我嘛无想要，我跟你多讲一句话。快走！放手！你哪是跟我放手？我被我丢了！你华，我看有谁会来救你？你去倒位啊？你别搞我动！秀，王秀芬根本就无想要看到你，你安尼一直孤孤地，拢袂歹势啊！秀芬不是真正想要相骗我。阿兄，敢讲你拢无了解，是安怎秀芬唔肯见你啊？你一定爱人讲破，你才知影。我，无你讲，啥做秀芬肯搞见你？伊就是看到你的面，惊到要死啊！迄是因为秀芬善良，为着要顾你的面子，才无甲代志讲破。我们小心秀芬伊是安尼想的，伊就是有甚物苦衷，所以才跑倒去我。阿兄，你真牛啊！佫会替家己找理由。我甲你讲，其实秀芬一直伫咧大稻埕，而且佫想要甲我和好。伊讲秀芬已经甲我讲甲真清楚，伊爱的人是我，伊对你无感情。唉，想说你就是有私心啊！我甲秀芬已经斗阵过啊，已经不是之前迄个清白秀芬。敢讲你真正要娶迄种查某做某？你咧讲啥？对一种查某，你哪会安尼看轻秀芬？我唔准你母舅有听到无？秀芬是我的人啊，我想要安怎讲就安怎讲，轮袂到你插手。点去？你欺骗我，欺骗秀芬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叫伊名。我这么相信，我这一辈兄弟无资格驾驶你。安怎？你听了就唔敢的心？伊就是无想要看到你，我滴，你这世人拢卖孝顺，让得到伊。你俩准，我会惊你啊！
麦克风。真相，安尼，可能会让伊更加伤心，更加为难呢。秀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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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伫个倒位？你出来好无？我已经看到你啊！你莫搁骗我好无？秀芬，有什么代志你出来？咱好好讲个清楚。就算你无想要看到我，我请你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你无想要搁再记得我？秀芬。秀芬，我真正足烦恼你的。咖啡伊拄只，搁伫咧对你高高滴，我已经有小可驾驶过啊。我想伊应该袂过来搅扰你啊，你有听到无？秀芬，可不可以跟我讲，伊讲你其实根本就不介意我，只是你不甘伤我的心，所以你才伫咧骗我，敢真是安尼？秀芬。你跟我讲，你敢真实是后悔，所以才不肯出来跟我见面？不是安尼，嘉明，你不应相信迄个真心的话，伊讲的拢是白话。嘛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无勇气，无勇气向伊坦白。是的，可是哥，你若是还袂准备好，你无想要见我，我袂勉强你。要唔过只要你无亲自跟我讲你无爱我，我就袂放弃。有听到无？我一定会找到你，因为我讲过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拢袂改变。秀芬，秀芬，你有听到无？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未改变，秀芬。
大家过日客栈有讲有笑，饮酒庆祝，我想袂到今仔找无人啊，真正是人心无常呢。啊，就是讲啊，啊张静文遐哦，佫活跳跳跟咱咧开讲啦，啊想袂到今仔日就……你是讲煞袂啦？生啊记人，死啊记生，啊袂记着死得正正，拢无算。静文的命硬硬。绝对没有代志的啦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今晚上人遐尼好，绝对无代志的啦。阿英，你讲啥？拄好有人要抬静文，是不是安尼？无唔对，确实有这个代志。迄人是怎啊？迄单子，天就暗了，伊搁后面。我无看清楚，伊是啥物人？何斌，安尼稳当就无得啊。这我都唔知影。不过正凡捡到一个偏方哦，物件咧，无你甲伊那做煞手，无咧对查。物件伫咧正凡遐，所以我嘛不知。正凡无可能安尼又简单来叫我毒死啊咧！阮当个人设计安排，无用个。我一定找到凶手，替正凡报仇。真无别人啊！你若是心情不好，想要哭，你就大声给哭出来，安尼哦，心情会较开啦，啊！你家己嘛是大夫，你嘛知影，有伤气，输伤脾，这个道理啊。讲你继续落去，身体袂堪的。你嘛知影，定个阿娘哦，这么爱你，唔通让阮烦恼啦。这药你莫玩，家辉，啉一个啦，来啉一嘴啊！这是阿爹特别为你做的哦，顾身体，顾补气的，来，乖来，啉一嘴啊！家辉，家辉，听话，快起来。阿平，你回来，俺来去遐过来。我去买咖啡，爱吃变形汤。哦，哦，阿爹啊，嗯，我得先去休困，咖啡搞好我就好啊。哦，好，那呢，咖啡就搞好你，爱去，有我爱和你无完。啊，我来看恁春来姐啊，甲小曼姨啊。阿辉，恁阿兄陪你，吼。阿辉，
遐买你上爱食面食汤。来，谭小玲。你真正捧一碗面食汤，安尼寄回来哦？啊，是啊，谭小玲姐。你哦，以后莫管安尼啊，啊，家己这么忝啊，搁走这么远去买一碗面食汤回来，坐来吃。吃一挂。心内那是有痛苦，但是要靠尽量靠，靠出来心肝内较艰苦，靠好过。失去心爱的人，一种痛苦好像也真清楚。当初修婚一时中时阵，我嘛给你搞怪，我吃袂困，想起来啉水对我来讲嘛真困难。不过我一定甲家己讲，我一定爱相信修婚，伊人阁好好滴，伊平安无代志，为着伊。我会好好活落去，我袂当一直搁再糟蹋家己的身体。只要我活咧，安尼我才有机会当看到伊。好好活咧，我就能看到志焕。可是我拄只去买面食汤的时阵，我有看到秀芬，所以一看到我就袂起来。我唔知伊是怎样哩做，不过，至少我知影伊人搁伫咧大稻埕，伊搁有活咧。哎呀，志焕，干咩话嘞？叫你相信，一定个话嘞。你敢知呀？哎呀，看到秀芬的时阵，心肝里想欢喜的是啥？这是家在我人够好好。我会当看到秀芬，所以你一定要跟阿兄同款，你要相信，相信志焕阁活了，相信有人救起来，伊伫一个咱唔知的所在伫咧修养，只要你相信，代志就顺利。相信，我相信志焕一定会回来，伊绝对袂把我一个人。而且，伊有答应我，不管我是什么代志，我拢会牵出一世人，一定会回来。你就对啊，阿爷知影，你是一个坚强的人，要好好照顾家己身体，唔通糟蹋家己，好不？来，谭小姐。
你华，我看有谁会来救你。这杯心疼吃了，我靠，这药我啉啉嘞，啊！就无简单，清欢才会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来变安尼？清欢，啊，你不是讲你，你生气以后都要搬到来厝内底住，讲要，讲要陪阿爹林小秋。我要听阿爹讲，我心内话给你听。你即摆人是走一堆，你人是走一堆嘞！走一堆，你人是走一堆。清华。你人家你要善良，写出来讲，来有人，有人要害你，要陷害你，啊，先出来，啊，爹早就跟你交代过啊，讲你，你也是社会干咧行搭，啊，防人之心绝对爱有诶，你这尔善良，是讲也讲袂听。讲了讲袂听，娘，你是安怎来拢讲袂听？你是安怎来拢讲袂听？阿娘，甲你千交代万交代，我叫你千万命的我嘴边，你却走去船顶做工过。你是安怎听我的话？江环，江环，你去倒位？你是安怎听我的话？清欢没给我带来。清欢啦，不了，清欢啦，不了，清欢啦，你别做啥拢袂要紧，啊，不过我唔准你安尼伤害你家己，你有听着无？莫插我，小姐，我的心中疼，我的心肝中疼。你怎安尼啦，清欢啦？你袂安尼伤害你家己啦！你安尼伤害你家己，敢讲小贩就会转来哦？小贩，头家。
小姐，我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，天公伯安怎要对我安尼啊？我知啊，我知啊，天公伯一定是伫咧处罚我，所以伊才用阮正法来伫替我赎罪。这阮正法啊，伊是来替我担罪，是天公伯要处罚我的啦。小婉啊，你是咧胡编讲啥？无，我无胡编讲，小姐，因为我有害玉冠小姐。啊，小婉！天公伯啊，天公伯啊！小婉啊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若是真正爱阮何家一条性命，我拜托的，我用我的性命来换阮囝回来，我拜托你，我正话，我拜托的啦，正话听。你啦，你啦，你啦，你那乌面乱想，你有点讲啥啦？我啦，小婉啦，小婉啦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冷静了，你听我讲，无你看。建华，你甲王永贵同款，迄个时阵，我嘛是想讲，伊可能已经，啊，不过你甲看，伊嘛是平平安安，转来咱大舅家，对不？对不？建华，建华，你平安回来，哎，建华，你平安回来，是啊。你看安尼想不想啊？头家，头家，阮正焕会平安回来无？会啦，会啦，咱绝对袂去放弃希望，对不？袂去放弃希望，对不？一定会回来。好，会回来。正焕会平安回来，啊！不过伊回来时阵，伊绝对袂看到你今仔这个模样。所以你定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你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等千万回来。对，对，我一定爱平安，我身体爱顾好用点。是，对。安尼想就对，安尼想就对。对。春兰，春兰。听到无？头家甲小姐讲，正源的平安回来呢，所以咱的身体哦，都要顾较勇敢嘞，咱都要顾较勇的，才会当等到正源回来。出来啊！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到底是要安怎，才会当让心兰了解我的心意呢？兰娘，范宝玲，范婶，跟你交了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讲。刚刚你无要请我入去坐啊？等一下，佳姐，太娘，歹势啊！之前因为我的代志，害你和新郎姑娘误会，我已经去找伊解释啊。我想应该袂阁误解你才对啊。我昨有拄着。伊亲像跳江闪票啊，应该也袂原谅我。无论安怎，多谢你的关心。
我真正想无的，两个人安尼互相喜爱，有啥物代志无法度解决啊？就算有误会，若是真心爱对方，应该替对方设想，加想一寡才对啊。我甲心内的代志，毋若是误会这么简单，伊会对我这么失望，也袂当我责怪。不管安怎讲，你也是替伊讲话，替伊设想。准讲新郎姑娘应该今仔收会开安尼就好啊。感情的拖磨，真正是足伤身体的。我看新郎姑娘身体嘛不是介好，若阁继续安尼操烦落去，自暴自弃，真正是无应该的。心兰的身体确实是不好，昨我的结拜兄弟出代志，伊对大家走来走去，心情一定受到影响，唔知伊的病敢有安怎？天亮，你是在想啥？我想要去一个所在，我赶紧带你去。这庙啊，你是想要来拜拜啊？我爸甲新郎来过这境口，这神庙足灵性。所以你是来拜拜求平安啊？我的好兄弟，落伫个水底，到今嘛生死不明。我想要向神明祈求，保庇平安好代志，度过这个劫数。也够，我是要向神明祈求，心内当身体健康，一世人无烦恼。好，那呢，我陪你去。是这么真心诚意在祈求。心兰，你敢会记？咱拄识识的时阵，我陪你来替恁阿娘祈福，迄当阵，咱阁毋知影。咱互相的身份，感情嘛真单纯。不过，即马无同款啊！我对你是永远袂改变。不过咱两个，敢够有法度行转去，当初迄款互相信任、互相依赖的心情。心兰已经知影我就是半天影，今仔我夹伫个光明会，甲心兰之间
真正足为难的。假使没有娘娘赐予我力量和智慧，让我会当较早找到解决的方法。也请圣母娘娘保庇，让心兰的身体会当较早恢复健康。而且也希望静华会当平安无代志，较早回来。你拄才一定甲神明祈求，观音甲神人公娘好好对无？这的话，你爱甲神人公娘讲才对啊！你的心意，只有神明，还佮我知影。就算神人公娘敢若误会你，你嘛爱赶紧去甲伊解释啊！我相信，一定足感动的。我甲神人的问题。不是解释一两句话就会当解决的，我只是希望心兰的身体会当健康，别因为判话受到折磨。这卖话不应该搁回心愿了。太娘，特别看到你对神兰姑娘遐尼好，遐尼啊痴情，事事项项拢替伊设想，我真正足心酸的。你只有看到我对伊好，不过你无看到伊对我所做的一切。我甲伊做伙经历过的代志。不是你所想这么简单。咱两个人伫咧对方心目中的位置，绝对不是任何人会当代替。本姑娘，你嘛是一个真好的姑娘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拄到一位真心介意你、对你好的查甫人。时间无早，咱赶紧落山。你先走啊，这风景足好诶，我想要搁加留一睏啊。那呢，你家己较细。心兰，心兰，起来领药啊！来，多谢阿娘。感觉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有啊。你哦，身体都好无完全，应该好好休困，搁下要去参加迄家会的喜宴，唔则搁发烧。以后好好听话，莫搁阿娘烦恼，好不？嗯。心兰，你最近甲天亮是毋是安怎？是毋是冤家啊？我哪有可能甲阿娘讲，我即马苦恼的是，天亮就是你想要对付的半天烟，
伊就是顾明辉的人。心兰，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心内是欢喜还是艰苦，我敢会看袂出来？是不是天良做甚物对不起你的代志，害你伤心？你唔敢甲阿娘讲？阿娘，你误会啊！天良无做对不起我的代志。啊，那恁是安那昨日回来的时阵，咱讲心讲心，啊，搁讲甚物天公伯啊，拆散有情人。你安尼啊，阿娘真正就烦恼的呢。阿娘，我讲的是家辉。张家辉的戏演无办成，因为伊的红色警员发生意外，跌落水底，到即摆是找无人。有这款代志啊！家辉是真无简单，才得到是大人的祝福，会当甲警员申请，啊，即摆煞来发生这款代志，真足可怜的。那样呢？啊，静华不是小官的后生，竟然会遇到这款代志。唉，家辉的感情，那嘛这么不顺利。心兰，我知你是为了因的代志在艰苦，嫌过你唔通袂记，你家己身体嘛无好，莫想安尼做好吗？我看今仔天气袂歹，无叫春桃陪你出去行行咧，晒下日头，安尼心情嘛放较轻松，身体嘛较紧好起来啊！吼，嗯。哎，多谢。这样，姑娘，老公子，你的身体有要紧吗？我看你的面色啊，刚才也是无啥好呢。我已经好真多啊，所以你春桃今麦不要出去行行。原来是安尼啊，我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带你去啊。唔免啦，不过本公子今日来。心兰，可能无得吃太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今日来这，不是来听你大叫的。我是听阮小妹伊听讲，迄个陈天良害你受气到破病啊，我是专程来这关心你的。多谢你的关心，但不过我甲天良的代志，不管好还是歹，我甲你无关。那你讲无关系咧？我是唔知迄个陈天良做出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伊若是阁继续安尼，唔知盯着你，惹你受气伤心，我是绝对袂放伊煞的。心兰姑娘，我之前捌差点嘛做出伤害你的代志，连我拢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我会失去你滴。迄拢是因为我受过介意你啊！老公子，你敢袂当要阁提起迄件代志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袂阁讲啊！我只是想要让你知影，新兰姑娘，我为着你已经改变足济啊！我即马嘛真认真伫拍拼阮厝内底的事业，所以迄陈天良若是阁继续安尼对待你，你真正会当甲伊放袂记。在你需要的时阵，我会在你的身躯边安慰你、陪伴你，请你唔通拒绝我，好不好？老公子，感情的代志，真正是无得勉强的。我知影感情的代志无得勉强，啊，不过我拜托你，请你唔通拒绝我对你的心意，好不好？我甲你保证。只要你给我一点仔机会，我绝对袂参像陈天龙安尼同款，安尼伤害你，让你伤心。
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多谢你的关心，我现在想要出去走走，麻烦你别来叫我。好，我尊重你，不过也请你答应我，若是你有需要我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这样我先告辞了。一段感情，哪有可能那么简单就放袂记？我不是无爱天良，只是现在的身份，我不知影，阮敢阁会当继续走落去？安尼去。嘉明啦，嘉明，嘉明哪会跟你拍？拢是因为秀芬的代志，伊也是唔肯帮我耍。昨我伫路下拄到伊，伊就我来跟我拍，结果就去拍到安尼啊！哇，这嘉明哪亲像一只小狗，安尼乌白乱咬啊！啊，我知我知，有听厝边啊在讲啦，讲嘉慧的婚事出问题啦。嘛，袂用安尼，都后壁两人出气啊！真正是欺负咱母仔囝呢，岂有此理！快来找你阿姐。哎，阿姐，阿姐，慢去，慢去啊，煞煞去啊啦！即马是因家的人出代志啊，咱即马去找伊，会互阮讲咱无站站，后壁来啊。嘿，啊你拢拍到安尼，敢讲你要来准拄煞？阿娘。我有这个巴掌原谅伊，你嘛莫甲因计较啊！嘉明啊，你真正大汉了呢！啊，你这歹事，啊，心肝搁善良，互人拍，互人骂，你搁愿意原谅对方？哦，你真正无简单呢！娘，你这个好心，我是感觉足骄傲的啦。大家好，嘿嘿，我来泡茶啊！泡茶，你来这要创啥？啊，你不是介去什么天水楼？哦，那我本来是较介意来这泡茶，就迄天啊，迄彭少爷就坚持要去天水楼，我是身不由己啊！我咧插你啊嘴！嗯，那彭少爷因啊出钱，我开武馆对无？咱都莫切人的忌嘛，这人情世事你了解了啦。我是了解啥？啊，你要去倒位，到什么地带啊？好啦，要泡茶哦，遐济啦。啊。哎，奇怪嘞，啊你不是三只，啊哪减一只？哎呦，你有注意到，有甲阮关心嘞，感谢感谢。啊，先来去买药材啦。哎，来泡茶，来泡茶。对了，头家娘啊，啊开到因去讲，啊你都爱来参加呢吼。我这无稀罕，真正无必来。啊，我是去要创啥？无安尼啦，开馆去讲吼，现场所有茶米啊、点心拢交乎你来办，安尼好无？就是啦，好啊，有啥你通做，当然嘛好啊。啊，点心送到位吼，那就卖走，留来继续看啊。当你嘛拜托的，当你开馆有啥物好看，无依无束，我就无爱。哎呀，你安尼讲，人就上过避暑啊咧，你就当作你家己是头家娘对无？啊，招待迄个人客嘛。
这是后面讲啥？什么偷鸡娘啊？我不是这意思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你是茶馆的头家娘，对不？吼，负责咧现场的点心，啊，顺续招待人客啦。无你是咧水面哦，哈，我着给你送点心，着给你招待人客，你免想啦。无钱，给一寡给你嘛。真呀？诶，哪里得？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找到。你来这要创啥？这么欢迎你？喂，卡差不多的哦。你若无，我就扫就给你吼出去。你认真讲，真个耐心。我今麦四界去找，害阮三地正法的凶手。怎么你遐趣味啊你？你要找凶手，找你阮家来哦。啊！无你是连阮母仔是杀人凶手？阿姆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啊！无你什么意思？我问的意思是吼，你的茶馆出出入入遐尼侪人，敢有看到还是听到什么可疑的代志还是人啊？无啦，就算有吼，嘛袂瘾甲你讲。阿姆，你无必要安尼吧？啊，无要安怎？当初是阮家门娶某的时阵，只管是由在恁来乱的。啊！即马家辉的分数出问题啊，迄叫做应该啦。老爷，你才是真正罪魁祸首。安怎？即马你的兄弟婚礼出代志啊？你即马知影迄种滋味啊？你放心，天公有目睭啦，早晚轮到你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即晚到即马下落不明呢？你阿妈搞考试考试啥？你吐袂听哩？安怎？我有讲唔对心？当初你拢讲我阿要来搞创治，即摆话恁啊，拄好啦！你真正痛未了？有才调，你试看卖。阿姆，我尊重你，你是长辈，请你让开。你何替你家己这唔正囝？阿无你即摆是讲啊对唔对？你叫我这个阿娘闪开，啊，让你来拍阮后生哦，哈？无你是读较歹去啊？你别搁我威吓啦！你也毋是毋知，你这后生做遐尼侪歹势地的代志，而且即嘛是你孙生出代志呢。你讲话欠口水，真正毋是款。无啊！啊，到底阮家门是做啥物歹势地代志啊？哦，你是讲秀芬哦？啊，敢伊介意秀芬，想办法要甲娶来做某，是对也得毋对？啊，落尾我嘛是让秀芬家己去拣啊。秀芬姑娘即摆失踪啊！这件代志一定是你后生在避开避开。你嘛袂讲哦，秀芬胖去啊，甲我无关系。你少受秀芬姑娘甲欺骗，阁想要霸占伊，今仔日伊会失踪，霸面甲你有关系啦？你是牵拖啥啊？我看一定是秀芬看到嘉宾的面，才会惊甲避起来。嘉宾伊啊，嘛唔想看卖，伊生到安尼，阁少受秀芬，我看伊一世人拢无人会介意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安怎？我有讲唔对心？我看一定是我阿姐做甚歹失德的代志，才会甲全家伙拢带衰。啊，阁有啦，你的三弟，啥物人无爱娶，偏偏要娶嘉辉，我看稳死的啦。这你来欠架势啦！了解啦，但伊这人吼就是嘴歹尔啦。我再讲咱婚礼的时阵，新娘被人带走，伊当然会生气啊。讲两句啊，就被减一块万。你嘴唔那歹，人骨较歹。秀芬姑娘失踪，一定跟你关系。啊！你安尼讲无证据，对家门嘛不公平呢。秀芬姑娘失踪之前，是来这提行李的。伊，陈家门。你是上尾一个拄到秀芬姑娘的，秀芬姑娘失踪，你虾米上大？是啦，也不过这拢是你的推测嘛。彭局啊，
这边就好做一个公亲，这个代志到这为止啦。哇，铁好赛，啊，到即马是安怎？慢慢铁好调了后，运气就变无唔对啦，啊，态度嘛都在变。看起来你人缘是真好吼，啊，徛在嘛听人讲话。啊，你讲到这吼，这都要感谢你呢。但即马吼，永华洋行迄饭老板哦出钱，给我开武馆啊。啊对啊，死狗你甲江水西都来斗参观一下吼。老师，啊你之前搁伫咧街仔路卖膏药，啊即马要做馆主，安尼我想要替你剃白白，真正有效呢。朋友啊，咱两个啊是无拍无熟识啦，我对你真欣赏，嘛真感激你。哎，我开馆时阵，你人一定要到位哦。好，我先甲你恭喜一下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即马三弟出代志，我要伫找你凶手。到时我若无闲，我就先死咧。你安尼讲，我会当体谅啦。恭喜啊！在，我的真正男子汉呢，真是了。不，那边坐啦，我请你啉茶。头家娘，阮师傅平常时是真少管别人闲事，是因为你才有诶哦。来，那边坐。朋友接了。这么爱管人的影事，秀芬的代志一定会查到底。万一我去查到什么，要安怎？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，若是别空就袂好啊。敢有阮正凡的下落啊？正凡哦，真节哀啦！什么的真节哀？阮正凡伊只是跋落水的尔尔，伊无听到已经叫人救起，唔知伫倒位啊，伫咧静养啊。你若安尼乌白讲哈，你安尼是拍遮衰呢？是的啦，拄仔是我讲唔对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！我看哦，我若有伊的消息，我随甲你通知，好无？歹势啦。不然，多谢。家，好的。等等，哦，洪家呀，阮银行今日要搞的会，即摆在倒？恁的会哦，因为检查出问题，洪导的号码呢？你讲啥？我会洪导的号码？对啊。正凡，你一定爱回来，你一定爱回来。
你唔通袂记恁的。嘉惠小姐，伊还伫咧等你，伊等要甲你申请。我甲恁阿爹，我嘛也咧等要抱孙的。清华，你爱答应阿娘，你一定爱回来。先生，你敢会记得我？你是？哦，顶摆伫个庙口吼，我有拜托你替阮后生，甲算命有听你啊。伊个名就是迄个尊鹏的鹏，啊，你有算出来讲伊有水劫？哦，我收着，你还过目屎滴滴伊哩。是啦是啦，就是我啦。算了算了，真正去予你算着呢。阮后生即摆真正跋落去水个啊，即摆生死不明啦。你看，唔听我的话吼，真正跋落水啊。命中注定，真正是命中注定。算了算了，拜托个，你敢会当阁替阮后生算看卖啊？算看伊是毋是会当平安倒转来？好。我搁再帮你算，要听伊还是？听你听你，先生，你听你真准啦。这回要听什么字？阮姓何，啊无就听何字啦，哈，好不？我会记你不要写字哈。是不是这日好嘞？对啦，这日对啦。啊，我来叫。我就一点仔土啦，一切拢是命中注定啦。这一河拆开，一边是人，一边是客。这人剥着土，就变成人伫个土中；救死人，才会伫个土中。真的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阮囝伊无希望啊？哟，在刁难道求死医生啊！在刁难道，如果讲求死医生，真的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？敢讲，阮囝还佫有一点仔希望是无？这个口拆开，一个是顶，一个是口。顶甲口是计算外口的单位。恁囝落水，佮伊切着土，伫咧五行来论，土克水，这就是讲恁囝还佮有好结条。孙诶，你敢袂用讲较简单诶？讲安尼，我听无呢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摆恁囝的命应该会转，不过呢，稳稳也过一挂好结条，这得看天命，生是命，要为死里逃生。不过呢，也是莫抱着上大希望。
什么？河尾海关将咱货拢扣起来，甲一批货是苏州来布料呢，哪有啥问题啊？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因讲的啊。哎呀啦，即马当咧欠租金呢，我本来想讲哦，一批货入来，咱会当断一下手呢，啊想袂到，即马去海关扣起来，啊是要安怎？我已经甲伊千拜托万拜托啊，啊！不过伊的态度还是跋到种硬，根本就无要睬我。阿婷，是不是你袂记得去华罗好势，伊才会超过甲咱刁难啊？哪有可能啊？这款代志敢若食饭同款的，我哪有可能袂记得啦？而且这批货对咱来讲真要紧的，我阁特别功夫哦，每一个环节拢亲身去打点的。安尼就奇怪啊！好处要提啦，啊，搁要甲你刁难，欺你太甚啦！这拢爱怪讲哦，咱英华银行无家己的保镖啦，因真欢喜哦，就找咱的麻烦，吃咱够够啊！无保镖，找刘星道馆呐。之前哦，你伫李部长身上开遐尔济精神，而且李部长毋是真支持咱银行。别在遐妄望日本人。日本人跟咱合作，拢是看利益啦，啊，无啥物情分啦。爱因保护，先割一块麻烦才讲啦。啊，即卖日本人哦，无通硬望啊，所来，咱是要安怎哈？玉凤啊，啊，铁火堂的代志进行了安怎？有在进行啊。啊，你着要赶紧啦。你就要在上短时间哦，把这件代志完成啦，而且哦，四界去宣传，让人知影讲，铁火堂是咱永华银行的母馆，安尼以后，才无人敢来找咱的麻烦啦，知无？我知影，阿婷，我即马就来处理啊。你有感觉这件代志吼，怪怪呢？之前吼，咱出货、入货拢唔捌有问题啊，是毋是有人挑过伊伫后边创空啊？你是讲张顺业？有可能。有可能？伊甲美琴做出一个下心下贱的代志，即马敢阁找我的麻烦？哎呀，是莫生气啦。啊，即马吼，咱钱当势有问题，你若继续吼，甲伊闹落去，对咱不利呢。你吼，就身体一步，而且美琴甲伊的代志吼，已经发生啊，咱也无法度改变啊，敢毋是？哎呦，啊，你安尼讲这款话啦？我讲的是事实啊，你家己吼，好好考虑一下。叫人家一定拢拆落来。是啊，啊无安尼，大家出出入入，几看几艰苦的啦。来，坐下。啊，唔知影小满甲春来啊，因走较好无？叫因休困一两天啊，应该就会较好啊。长安的快乐，你遐尼啊艰苦了。那考会出来，压力就减轻，心情比较会较好。我是咯，较烦恼咱家会啊，困袂遐尼久，到即马袂清醒。
一家人家会受到遐尼大的打击，我真正不知伊是不是会考虑。我物件收收的，我娘就来看伊。小曼啊，啊，小姐，小姐啦，小姐。我顾咧烦恼欠款的代志，啊，我家己烦恼的工课煞做无好，小姐，失礼啦，失礼。小潘，一块皮啊，尔无声，顶多是你，顶下要继续困的。我唔敢休困，我目睭若小闭一下，我就会去想到欠款。我的心看到，安尼嘛是对啦。有代志无闲啊，较袂想遐尼多啦。还是讲哦，无闲还无闲啊，家己嘛要找时间休困。我有替你甲传来啊，贴一贴药啊。日军嘛掠一只鸡转来，你等下，甲鸡掠转去，好我炖一下，甲传来啊，补一下身体。多谢头家，多谢小姐。家己人变遐尼客气啦，身体也顾好，正凡若是回来，才袂艰苦。我知。小凡啊，啊，正凡伊遐结拜兄弟，因敢有通听到什么新的消息啦？大家拢有伫咧倒找啦，啊，不过到即马都感觉无消息。免着急啦，我嘛拜托一挂亲戚好朋友啊，四处甲咱倒找，若是有消息，随时来甲咱通知。是啦，都已经派遐尔济人去倒找啊，我想哦，真紧就会有正焕的好消息啦。小曼啊，你哪里哭啦？小姐，正焕你，伊永远都袂回来啊！你哪会安尼讲啊？我今仔有去拄到迄个算命先的，伊甲我讲，正焕这摆。是凶多吉少，伊无法度度过这劫。完啦！啊，凡事恁来拢为歹方面去想咧，你信遐算命先讲的话要创啥啦？头家，伊顶摆算正款的时阵，伊算讲有水劫，结果就真像遐应验咧，正款就是因为安尼无法度度过这劫。伊即摆又搁讲伊凶多吉少，我安尼听一下，规个心全拢离体去。你算命先生到底是讲啥？即摆恁囝命应该全，不过咧，稳稳的还阁一挂好吉兆，这得看天命。是不是要为死里逃生？不过咧，你还是莫抱着伤大希望。只要那是还够一点仔希望，有看也无啦。无死对伊来讲，无得靠有搁较大劫数。先生，你讲安尼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伊若无死，就是活人。不过咧，明明是活人，那伫咧途中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有生随死，生不如死。而且咧，这个苦
擘着土变成气，就算讲死里多生，也是生不如死，注定是卡不起来。先生，拜托的，你敢会当教阮囝小改一下运的？拜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拜托的。凡事天注定，我无能为力。加做一寡善事，加积一寡福报，才看天王伯啊，是毋是要甲保庇？老家，小姐，多谢您的关心，我想来欧阳。啊，雪曼，雪曼呐！煮饭，天光到黄昏，啊！双手家人又必顺，岁月的伤痕，满腹的心酸。哇！有笋丝，哦，菜脯卵，这种我上爱食。阿娘，这种你的手落菜呢？来来来，快倒三羹。用尽伊的好青春，换来满面的了痕。啊，你的青春献乎子儿孙，吃尽苦楚无怨无恨。无情的岁月，你想白头毛，犹原毋捌抹过胭脂水粉。为了报答亲恩，挽回淡薄自尊，赐我打拼得着冠军。家乡花季，哇！我想食恁菜脯卵啊！哦，你足妖才呢，啊，唔用滴啊，用手咧呢。我甲你讲，你是碰到嘉惠小姐的福气，无你后头我食才好。阿娘，你嘛加食一挂，来来来来来。嘿嘿嘿，我甲你讲哦。我阿娘煮的这味哦，比任何餐厅好味，更加好食。我点空门，才知年老已经行袂稳，原来阿母为伊。嫁妆是阮一群子儿孙。安卓，我松快吧。蒋叔阿骗婚了，我的胃痛拢放袂记哩安尼，而且心情真正有够轻松的。看起来美琴阿片已经吃掉的，而且愈吃愈大。好啊，那是安尼，你都要好好享受啊，我也无半要回去啊，无半要回去，是安怎？唉，即摆伊家对我来讲，都袂像咱一家共款。庆文嘛为着阮阿兄的代志，搞无我足无欢喜的。就算我两三天无回去啊，
嘛无人会注意到啦。那是安尼，你今仔日都卖回去啦。啊，不过好无啦，嗯。卖回去就卖回去啊！为着即摆迄车祸已经解决啦，我嘛无啥物好惊啦。是啦，也不过咱目前也有一个阻碍，就是恁阿兄彭英华。孙爷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千万别因为阮阿兄反对咱两社会，你就对伊乱来呢。哎呦，你是想较对去啊？伊是恁阿兄呢，搁较安怎讲，我嘛爱看你的面子啊！我哪可能对恁阿兄做出迄款歹心毒性的代志嘛？那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啊，不过阮阿兄一直反对咱两个社会，确实嘛是一件真麻烦的代志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让恁阿兄心甘情愿来成全咱两个啊。可能啦，阮阿兄伫咧这方面哦，非常的保守，嘛非常的传统。咱的代志，伊有法度参像即马安尼当作无看，我已经爱偷笑啊啦。那天下无难事，只要咱用心，我相信恁阿兄一定会答应。感谢是嘞。要去倒？你不是叫我留落来？我无要看你回去啊！我是讲要去找恁阿兄。啥用啊？各位老板，歹势啦，我知影即届即杯会确实有甲恁耽误着啦，啊，不过咱大家拢合作遐尼侪年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赶紧处理，你免烦恼哦。黄老板，实在真歹势啦，唔是阮无爱相信你，大家拢是生意人，做生意手啊自来周转，只好你花无够无道理嘛。假使讲这三天后你无解决这个问题，那呢？以后什么人敢来跟你应阿友啊做生意的？哦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你放心，三天内我一定会处理好势，啊，将货送去恁的手内。我跟恁讲哦，这批货哦确实足水，一定会当让你赚真侪钱啊。那呢哦，请各位老板先等去带阮的好消息。我这么大的性地是要创啥啦？安尼嘛无法度解决问题啊！若是真正失去遐个客户哦，咱生意哦就免做啊啦。这明明就是有人吼在遐刁难啦，啊！海关才把咱的货拢扣起来。啊，你即马到底查清楚无？是啥人跟咱作对哈？用脚头去想嘛，知影是啥人。那知影是啥，你就紧去找伊解决问题啊！啊，你爱我去找迄个唔正囝哦？哎呦，即马唔是生气的时阵，处理代志较重要啦。你来。来啊，夫人，华府的秘书员大人，我有代志要找头家。叫你来，是。你着趁这时阵，伊拄好来，好好甲伊讲一下。哎，彭老板，彭公爷，
哎，顺义啊，最近常常有闲来找阮英华啊。哦，我听讲彭老板有一批货吊伫海关，所以专工来遮甲关心者啊。你变哪样假好帅？你莫抓准我，不知影，这一切拢是你在动脚手啦。我动什么脚手啊？因为我不会跟你合作啦。彭老板，既然你咧想要甲话请和平讲好清楚，看无要紧，看问题伫底，我即摆人伫遮，看你要安怎。你即摆在威胁我？哦，彭老板，你毋是想要甲话讲好清楚吗？你你若要拍我？要紧，我会看在恁小妹美琴的面子上，互你拍，互你拍，互你拍，拍到欢喜，拍到爽快。哎，但是彭老板，你安尼拍我，敢有法度解决不对？好啊，较冷静一下啊。你一个傻囝！甲美琴做迄款代志，搁敢来威胁我？这是啥？来，你家己看，看了你就了解。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彭老板，你应该讲清楚啊，对嘛？咱像即卖安尼好话讲话，是毋是比拄只安尼起卡动手比较好？所以讲啦，咱两个即卖是合则两利，分则两害，你讲对吗？你到底想要安怎？彭老板，但顶届我都已经讲甲足清楚啊。我是感觉咱两个目前应该好好改善咱的关系，安尼才有法度合作。彭老板，但你最近的生意敢那无啥顺利啊，所以一直硬忙靠多家的关系。但是偏偏杜家根本都无将你看在眼内，等到这个杜庆元在外口做什么反毒活动，嘿，伊安尼根本就是跟你咧作对嘛。啊，既然也是安尼，你想啊，搁要去找伊跟你斗三工的？啊，那我跟你的关系，其实都跟杜庆元差不多啊。啊，白白拢是跟恁小妹同款，拢是斗阵的嘛。也不过我甲杜警官无同款哦，我这个人口讲正面，所以不如归去你甲我合作。但我是官，你是相，官相合作，那是不帮不利啊。英华，阿姨讲到有情有理啦，杜家袂亏啦。啊，咱做生意本来就是要赚钱呀！啊，时过我大病，我看你甲伊合作好啦。哎呀，啊，不过我知啦，啊，美琴的代志吼，啊，因两个拢几岁人啊，咱无法度管呐。啊，你着当作吼，这件代志咱拢唔知。我相信啦，啊，顺义甲美琴吼，袂想过超过啦。也若无这件代志，那舞舞出来，让大家知，对因嘛无好处啊，敢毋是？对嘛，嫂啊，你感觉已经说清楚啊。阿兄，
即马就等你决定啊！哎呀！阿兄，嫂啊，他连江哦，找一个机会，找恁小妹，嘛是杜家三夫人。咱俩全家伙啊，做伙食一顿饭嘞，安尼好不好？嗯。俊怀，真是是你，你平安无代志，你敢不知道我今天就烦恼你？是你啦，我你烦恼啊！你不是讲你爱我，你哪会当让我这么烦恼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什么拢无。我敢那爱你平平安安，谁知你要去冒险啊？歹势啦，我嘛是为着你啊。为着我？那恁在想怎这么不听话啊？阿妹伊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唔通去挖水，你想怎就是唔听？奈袂安尼提家己性命去讲算笑？歹势啦，拢是阿妈。别莫生气嘛，哈！我当然嘛生气，你啥做就是不肯听我的话，我都跟你讲过啊，我什么拢不爱，啥做你就是为着要买手指，去替家己性命讲算笑，你敢不知影？我听人讲，你跌落水底时阵，我是偌艰苦的。好啦，歹势啦，我想阿母，你看。我叫你平安无代志啊！啊！我不准你讲害我艰苦啊！嗯，对啦，啊，我送你手饰，你敢介意啊？啊，手饰嘞？呀！啊！歹势啦，拢是我阿母，我挂袂好拜堂，我先把替你哦，把手饰挂起来，好不好？从什么开始哦？咱就是正式阿拉母啊！以后别靠尽头难，一尽头代志，赶紧放开啊！啊！可是你新闻话呢？是越吹到这么好，拢唔知伊人是伫倒位呢？这边我看到伊人。男主，伊是不是已经怀疑你知影我伫什么所在？我想应该是无的。不管是为什么原因闭起来，我拢袂要紧。好啦，来我这个讲啊。你到底想要想骗我到什么时阵？
敢会给我一个机会？我当给你机会，就是龚明辉，甲我，你选一个。天牛工，我不是已经废掉。心兰，你敢不知影天牛也无讲一句话？你啥拢无向我提起啊？因为我想要跟天牛分开。我无法度接受，咱两个人社会经历过这么多代志，你为什么这么简单就讲出这款的话？我话已经讲啊足清楚啊，我已经决定，不管你讲啥，我拢袂改变。关于半天的事情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我已经无耐心了，你若是无爱跟我回去，我就把咱两个人的代志去跟家庭讲。你若有什么代志，你拢会跟我讲，就算我无得跟你斗相共，啊，不过至少为咱陪你同齐哭，同齐笑。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查某囝，我真正足好运，有你一个呀。多谢吼，我头疼，阿美琴提迄个西药给我吃吼，啊，真有效呢。你有神志不清的，要看啥？看啥？这十年前跟你来往那个查某，是不是就是今仔天水路的头家娘？我怎么总算是找到，啊，外面变个安利环境。